小郑回来了。董事长，出事了。妈，别说了。他虽然家境不好，但我们在一起很久了。 还有很多普通女孩没有的优点。别说了，一个大山里的女孩，她好能好到哪儿？她能像城里女孩那么搭理你生活吗？我实话告诉你啊，这个女孩我是坚决不同意。妈，你可真糊涂啊！你知道她给你带来多少麻烦吗？你知道她是多大一个包袱吗？这些你都想过了吗？ 再说了，他跟咱们家门不当户不对了。你看咱们家这条件，你说你找什么样女孩找不着？你爸早早过世，我是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让你出人头地吗？可是你简直太让我失望了，你太失望了，妈。 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王总，徐董事长让我来接你。妈，我求你留下那孩子吧！ 你放了吗？你还是傻呀？啊，没结婚就生孩子，而且还是个残疾，你让我怎么接受？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让他进我的家门。你们把这孩子送到月圆越好，不要让他再出现。徐总，送孤儿院吧。不，找一个好人家。 我看呢，这事挺难办的。村长，你能帮打听一下，咱们这儿邻村的有没有丢孩子的呀？这孩子天生是个残疾，你这还看不出来吗？你想谁家丢孩子会放在别人家门口？那怎么办呢？我看，干脆送救济所得了。 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呢？我想想，叫张强，叫小强，好吗？小强家，好吗？奶奶给你起个这个名字。张强，吃饭呢。奶奶。哎，快吃饭吧。 快吃啊！奶奶，你认识这个字吗？奶奶不识字，怎么会认识字呢？奶奶，这个念口，这个念月，这个念田。 这个念公，这个念甲，这个念小，这个念大。小强，你懂得真多，这谁教你的啊？奶奶，这是小亮哥教我的。啊，你得好好谢谢小亮哥哥啊。奶奶。
奶奶，我要读书。我们在家学也一样嘛。奶奶，我要读书，我就要去学校读书。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张强奶奶，刚才您讲的情况我听明白了。可是您想想，从您家那个地方到镇上学校，一个正常孩子都要走一个半小时，更何况像张强这种腿脚不方便的孩子呢？还有，从您家到镇上有那么高一个山，那张强要爬多危险啊！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我家孩子太想读书了，这方圆百里地就这么一个学校，校长，您想想办法嘛！哎呦，不是，是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您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张太奶奶，我跟你说啊，实在是路上太危险，我们学校担不起这个责任。要不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您能不能在您家那个附近，给张强找一个家庭老师？小白兔，你饿了吗？你怎么不高兴啊？你没有爸妈吗？你和我一样，也没有爸妈。奶奶，奶奶，徐姐同意我上学了吗？小强饿了吧？奶奶给你做饭去。奶奶，奶奶，你还没说呢，学校同意我上学了吗？哎，路太远，学校说你去不了，我们就在家学，叫小朋友们来教你啊。现在有谁能给老师背诵一下呢？
拜拜。该不该割下重重的壳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？随着轻轻的风，轻轻的飘，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。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，等待阳光，静静看着他的脸。小小的天，有大大的梦想；重重的壳，裹着轻轻的仰望。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，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。小小的天，流过的泪和汗，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。小同学，你是哪个班的？老师，我要读书。校长，这孩子情况特殊，他渴望读书，我们应该接受他，让他得到好的教育。你也知道他情况特殊，你以为我就忍心让这孩子不读书吗？你想想看，他们家离学校那么远，中间还要爬那么高的一座山，一个八岁的男孩两只手杵着两个小板凳往学校爬，得爬多长时间啊？那个往返是要有人接送的。我来接送。可以，你来接送。一天两天，十天八天，我相信你能坚持下来。一个月两个月呢？一年两年呢？更何况这孩子还会越长越大，那时候你还背得动吗？先解决当前吧，到时候再另想办法。好，上学的事儿、下学的事儿你负责。可是还有一个关键问题，安全问题。他的安全，你的安全，谁负责？我负责。你看问题太简单了，小何老师啊，你能不能现实一点的看待这个现实问题？你的这种天真，会让你今后碰到大麻烦的。校长，我明白，可我不怕麻烦，我就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了。我也不是冲动，我想清楚了，就把他交给我吧。实在不行，我们试一个月，如果坚持不下去，我们再做决定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坚持要接送他上下学，我无话可说。不过在这个月期间，无论发生什么问题，要由你个人负责。好，谢谢校长。哟，小强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奶奶，我睡不着。要上学了，看把你高兴的。奶奶，我一定会好好读书的。嗯，奶奶相信你。小强乖，哎呀。小强，
到学校了，老师就给你把它解下来。来，我们走吧。小江，我们休息一会儿。黄老师，您太累了，待会儿让我自己走吧。没事儿，老师不累。小江，你渴吗？老师不吃，你吃。老师吃过饭了，这是特地为您准备的，吃吧吃吧。那老师谢谢你了。来，小强，把它吃了。张强，我是不是说过，总有一天你也可以上学的？谢谢小亮哥。别客气，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老师，我来背张强。老师，我来背张强。你们还小，背不动他。老师行的，来。我的。来，老师，路不好，慢一点。慢点。好，小心啊。这人很重的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好。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学。介绍一下自己。我叫张乔。张乔，坐那。大家安静一下。张强同学的腿脚有些不方便，希望大家以后多关心他，帮助他，相信你们一定能成为很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今天我们要学习一篇新的课文，下面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28页。
你是故意的吗？你的脚有问题吗？三级儿童，你是走路来上学的吧？学校最坏的学生了。他刚刚说的是什么比赛啊？是学校举办的运动会跑步比赛。小强，不用管他们，将来有一天科技发达了，你也一样可以走路和跑步的。同学们，这次考试是对每一名同学之前学习的一个检查，希望大家认真填写，争取考出好的成绩。同学们一定认真填写，写完之后呢，认真的检查一遍，不要着急。危楼告白纸，手可摘星辰，不敢高声语，苦尽自赏人。真棒！小强，再给老师背一遍。危楼告白纸，手可摘星辰，不敢高声语，苦尽天上人。哎，何老师，来。赶快放下啊，喝点水。没事，张奶奶，不累。哎，你刚上完课又背着小强回来，怎么不累呢？啊，不累。那上屋里坐着。哎，好。哎，行，刚才你背的这段真棒。好。小强，你看这个字。写的不太好，擦掉，把它重新再写一下。何老师，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哎，天色也不早了。啊，没事的，张奶奶，还有一个单元就补习完了。啊，何老师，要是你每天都来给我补习功课就好了。嗨，何老师每天要到学校去上课，你把老师累坏了怎么办？没事没事，那小强，以后老师经常来给你补习好吗？何老师，一个姑娘家夜里走山路是不安全的。没事的，张奶奶，这一块儿我都熟悉了。啊，这个字，这写的不好。何老师，今晚就住这儿吧。不过我就是房子小了点儿。没事，奶奶，挺好的。啊，我去看看小强。哎，好。哎。小强。你在看什么呢？我在看月亮。看月亮干什么？小亮哥说，看着月亮就能许愿。何老师，那你的愿望是什么？
老师的愿望是，小强的愿望能够实现。何老师，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？小强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？如果有一天老师也变成这个样子，小强会对老师的看法有所改变吗？所以一个人的好与坏和外表没有什么关系，如果不能改变，就去勇敢面对。已经够麻烦你的了。没事儿，小强刚刚睡着。张奶奶，有件事儿我一直想问一下你，小强的父母呢？啊，在外面呢。嗯，他们一点都不担心孩子的安危吗？啊，何老师，我得感谢你，要不是你，小强根本上不了学。张奶奶，我做的仅仅是有限的，孩子这样最需要父母的温暖了。我想等以后还是把小强带到城里去治疗一下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一定能治小强的病。同学们，这次考试有的同学考得好，有的同学考得差。班里最后一名同学是张强同学。大家安静，安静。老师，这次我虽然没有考好，但是我会努力赶上其他同学的，下次考出好的成绩。好，老师相信你。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
每一天陪伴着我。你也配了吗？还给我，还给你，还给你。过来拿呀，来呀，过来拿，快点过来。张强同学，动手打人了？校长，张强打人是不对，但总有原因吧？就因为同学打架，您追究他一个人的错误，那个孩子骂人就是挑起事情祸端的原因。他们骂我是怕小豆腐。那也不能动手打人呢，你出手还那么重，你看把人家脸都打破了。你让学校怎么跟人家家长交代呢？还有，你奶奶怎么跟人家长交代呢？校长，您这么说就没有道理了。错是两个人的错，那个孩子骂人，首先是他的不对，他用语言侮辱了张强的人格，是否也应该寻找他的问题啊？何老师，我知道你关心张强同学，对他好，可是你也不能一味迁就他，让他搞不好和其他同学的关系。当初我们同意他入学，是你向我保证过，保证不会出任何问题。可是你看现在，再加上他们家条件又确实困难，离学校这么远，来回路上很不安全，所以算了吧，就别让他来上学了。校长，你别跟我说那么多，说那么多都没用，反正现在是把我们家孩子打了，你看看给我们孩子打多严重，你看看，你出来看看，你出来看看，出来看看，看看给我们孩子打的，打成什么样了？看看。阿姨，是他先骂我的。儿子，你骂他了吗？骂他什么了？你不就是爬山动物吗？怎么又不承认呢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他就是腿脚不方便，他跟你一样，也是有人疼有人爱的孩子。你这妈是怎么教育的呀？你别管我怎么教育，你别管我怎么教育，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，你说吧，反正现在是你们家孩子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有用吗？反正现在是你们家孩子把我们家孩子打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主任说的对。对，主要是我们管理方面的问题，对，学校方面的问题，老师方面的问题，对对对，我们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，好吗？而且这个孩子不再来上课了。小强，遇事要冷静，干嘛动手打人呢？奶奶不是跟你说过，做人一定要厚道吗？奶奶，我知道错了，然后再也不打人了。嗯，小强乖。小强，小强，你看谁来了？何老师。哎，张奶奶。小强，何老师来了。小强，小强，你知道何老师来是干嘛的吗？今天啊，何老师过来给你补习功课了，而且以后的每一天晚上，何老师都会给你补习功课的。谢谢你，何老师。别客气，张奶奶。小强，何老师来了。
瞧这孩子。小强，老师知道学校打架的事儿是有原因的，你受委屈了。老师正在跟校长沟通呢。真是麻烦您了，何老师。别客气，张奶奶。小强，何老师来了。孩子还小。那小强，你今天要是不愿意学习，老师明天再来给你补习好吗？张奶奶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谢谢你何老师，您慢走。这孩子就是有点倔，以后我好好说说他啊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给奶奶再见。张奶奶再见。再见，慢走啊。你这是在跟我较劲吗？为什么不让张翔读书了？是马林辱骂在先，现场很多同学都看见了。就因为他父亲是政府的领导，就这样大开后门退让三分吗？这话说得过分了啊。我问你，如果没有他父亲的鼎力支持，咱们学校有今天吗？同学们有可能在这么好的条件下认真读书吗？这都靠人家父亲大力援助啊。这是两码事，他儿子犯的错，就算他父亲做过好事，我们也不能这样偏袒他。好了，我提醒你注意，你刚来咱们学校的时候，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那是个什么条件啊？现在呢，年轻人要学会饮水思源。奶奶，奶奶，中午饭我做好了，你过来吃点吧。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我给你倒点水去吧。小强，别怕，奶奶只是不舒服。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我给你去叫医生吧。小强，小强，快回来。小强，小亮哥。他乡动物被开除了吗？不知道。但是你觉得他还敢来吗？喂，你那爬行动物呢？救命啊！在哪里啦？救命啊！别太过分了，要不是因为你，何老师也不会那么为难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张强也不会读不了书的。呵，还怪我呢？怎么着啊？你想为你那排行动物报仇啊？你，哟，怎么着？来呀、啊，来这边来一下。
放学不回家干什么呢？啊？给我站一块儿。打架呀？啊？来，你们仨打我一个，来，来上，来。滚蛋，回家。说话吗？先把花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张强同学，你是我们全班的大英雄，你的行为很英勇，这是我们全班为你摘的花。谢谢大家。来，给老师吧。小强，谢谢你救了我们家程程，没想到在程程这么危险的情况下，居然是一个残疾的孩子救了他，真的太让我们感动了。你好，张桥同学，我是北方日报的记者。了解到你这次救人事迹，姐姐真的非常感动，也很钦佩你。那么今天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给你的老师还有你的同学们呢？事儿，我病好了。张奶奶，谢谢你培养了一个好孩子，他救了我们家程程。钱不多，一点心意你收下吧。哎，我不会要的。收下吧，给孩子买点东西。我不要。那这个是特意给孩子买的，一定收下。啊，收下吧，给孩子买的。这个我收下了。收下吧。谢谢阿姨。不客气。好，站起来。张强，能不能往前走两步？啊，来来来，往前走。好。对，再走一步。哎，走，大胆的走，没事。往前走，走。太好了，张强，你能走路了。我终于能走路了。小强，赶紧谢谢奶奶去。太谢谢你们了，太谢谢你们了！要不是你们，我们小强永远也站不起来了。不用，其实呢，我作为市残联的名誉主席，应该感谢你们。是。哎呀，教育出这么好的孩子，你看，哎呀，他自己虽然是个残疾儿童，他还能够把人家落水儿童救起来。哎呀，我真是太感动了。我们也是在报纸上看到的。哎，这个我们就是能够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。小强，赶紧过来，谢谢奶奶呀。不用，谢谢啊，不用。嗯，好，
我会尽快通知所有老师的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再见啊。哎呦，何老师，哎，我们都听说张三同学的事儿了。校党委开会研究决定，通知张强同学即刻入学读书。哎，我听说他怎么装了个假肢？嗯，对。而且已经能走路了。嗯。把你给解放了。哎，还有啊，把这套校服马上发给他。通知他奶奶，校党委研究决定，免除张强同学的一切读书费用。好。好消息，我们的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和往年一样，我们的家长依旧可以现场观看。那希望同学们都踊跃的报名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，然后我们争取拿到最好的成绩，好不好？今年的奖品运动鞋拿定了。今天不是没有体育课吗？今天是你一个人的体育课。张强同学，我问你，这是什么呀？老师，这是管。这不是管，这是包子，这是负担，这是累赘，知道吗？来，现在老师教你卸下包子，放开负担，丢掉累赘，好不好？
我问你，你现在冰雕馆能走多远？5米远。不能再远吗？来，孩子，现在老师让你知道你自己有多强大。来，听我的，把拐丢掉。表扬成为我们的大英雄，对不对？我奶奶说过，捡了别人的东西要归还的。老师，你干嘛？老师，这是你的钱包吧？谢谢你，同学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老师，我叫易建。对了，刚才张强说让我把钱跟他分了，我没同意。胡说，钱包是我捡的。钱包是你捡的？先生，你捡的钱包怎么会在尹健同学手上啊？撒谎。来，尹健同学，说得正好，明天我一定要跟校长说说这事，让学校好好表扬你。谢谢老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这么乖。来，坐老师的车走。你好好想想，做的对不对？小强，小强，小强，
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哟，眼睛都哭肿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跟奶奶说啊。一剑怎么这么坏啊？老是相信立一剑，却批评了我。明天到了学校，老师肯定又会批评我的。一剑怎么这么坏呀？怎么回事呢？跟奶奶说说啊。我们分了吧。撒谎。老师还说让我自己想想自己做的对不对。老师相信了一剑，怎么就不相信我呀？好了好了，事情总会闹明白的。走，我们现在回家先吃饭去啊。来，你好，老师，我家孙子昨天捡了你的钱，是好心，本想还给你，你误会了，我来看看，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哦，你进来吧。哎，好。我听到的情况不是这样的，是另外一个同学捡到的钱，他提出要分，这两个校长汇报这事儿。老师，你姐说的是假话。您掉钱的时候还喊你了。是的，我孙子一直在那儿等你，后来来了一个另外的同学说反正没人看见，干脆把钱分了吧。其实我孙子根本没说这个。哎，对呀，昨天我比你走得晚，路过校门口的时候看到张强同学，他手里好像拿了些什么。老师，要不把一剑叫来问问。是这样，那把一剑同学叫过来问问吧。何老师好。何老师，老师，昨天放学我在校门口捡一钱包，我想这一定是您的，我就在那里等，没想到张强来了，说我们把钱分了吧。我不同意，他还想抢。你好好想想，你和张强到底是谁先出来的？我先出来的。你撒谎！张强，你先别激动。一剑，你看见我了吗？老师，我看见您在我面前走过的。昨天我出学校门口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出来，人家张强就已经站在学校门口了，你怎么能说是你先出学校门口的呢？我其实……哎，张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何老师，昨天我和张强同学有点误会，现在事情总算弄清楚了。张奶奶，不好意思，大老远让您跑一趟。没什么，说清楚就行了。啊，你们忙吧，我先走了。先走。好好读书啊。张奶奶您慢走。哎，你也太会说谎了，谁教你的？明天上课堂。你们两个挺厉害呀，两个健全人欺负一个残疾同学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最看不起这种人。
以后再发生这种事儿，我开除你们。今天晚上放学回家，每人写一份检讨，并且通知你们的家长，明天来学校见我。现在你们两个下楼去老师办公室，向张强同学道歉，郑重道歉，听见没有？张强，对不起，以后我再也不会欺负你了。对不起，请原谅。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，以后我们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了，好吗？好好。李薇。积分排名领先的是二年级三班，紧跟其后的是二年级一班。最后一组的运动员到起跑线上准备。最后一组的运动员到起跑线上准备。小亮呢？小亮呢？小亮还没来呢。啊，他怎么还没来？哎，小亮还没有来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是啊，咱们班得不了第一名就没有运动鞋了。那就换个人吧。换什么人啊？没人了，咱们班的男生全报名了。喂，老师，老师，只要小强好好学习，等长大有出息了，再给老师买一双新的，好吗？老师，
我没想到您穿不了。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？何老师，明天是卓玛的生日，卓玛的父母不在她的身边，卓玛好像有些不高兴。那这样好不好？明天我们大家一起给她举办这次生日聚会，让她感受到我们家人的温暖。好。这可是我们的秘密啊。老师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保密的。我也会，我也一定会的。我不会。我呀。哎，小强，你怎么了？何老师，要是你是我的妈妈就好了。小强。我在想，我的爸爸妈妈到底在哪里？明伟啊。哎，妈。这合同我昨天晚上已经改过了，有两项你必须坚持。你和魏玲俩去谈，谈好了就签吧，啊。好的，妈。董事长。嗯。王大夫来电话约了我们上午10点。嗯。妈，你病了吗？没有，只是例行检查。你们好好工作去吧。行，那妈我们走了。好嘛，那我们先去忙了。陈妈。我今天看病的事儿不要对任何人讲。你说这魏玲和明卫结婚这么多年了，到现在也没怀上个孩子。我让他去检查，他回来什么也不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董事长，我昨天趁魏玲洗澡的时候偷偷看了他的检查单，上面写的好像是不孕症。你看清楚了？看清楚。不能耽误了，赶快手术，赶快住院。医生，你跟我实话实说，我还有多长时间？别多想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，你会好的。好吧，我明天就来住院。我的身体状况也就这样了，可是我们老王家不能没有后人呢。这个孩子活着大概8岁了吧。哎，小周啊。哎。你丢下孩子的地方还能找到吗？能。那我们明天去一趟。奶奶呀，这想喝口水。那这碗水给您喝吧。董事长，
这孩子长得真像明卫。孩子，你几岁了？我八岁了。家里还有别人吗？只有我和奶奶两个人。咱们中午啊就吃点。你是啊？奶奶，这位奶奶口渴了，我给她倒水喝。你倒了吗？哎呦，小强真乖。哎，那你们屋里坐好吗？啊，不了，谢谢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哎，咱们走吧。奶奶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小周啊，我想咱们再去一次。好。到了我们集体的温暖，他同样是快乐的，对不对？山里的空气真好啊，我们出来走走，好，哎，坐吧，哎，来，挨着我来，哎，你坐，哎，这儿的空气可真新鲜啊，嗯，你的大孙子呢？上学去了。这孩子已经八岁了吧？正好八岁。你说他这孩子的腿脚不利索是怎么弄的？啊，打生下来就这样。那他的父母呢？他父母都在城里打工，常年不回来。刚才那个奶奶，她一定是在撒谎。这孩子要是不残疾该有多好啊。没事，张奶奶，我每个月都会去做家访的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何老师啊，你太细心了，孩子在求学的路上遇见你，真是他们的福分哦。张奶奶，您客气了，这是我的工作责任。对了，张奶奶，有件事儿，我一直想问您。小强，他连自己的父母和生日都不知道，他。是您的亲孙子吗？他是我大孙子。
他一定是我的大孙子。您呀，也别多想了，还是好好治病吧。您的身体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嗨，不瞒你说，何老师，当初我怕你嫌弃他是捡来的，所以没跟你说实话。那您还记得捡他是什么时候吗？记得，记得，我当然记得。是8年前的6月30号的晚上，那天还下着雨。小强这孩子真是命太苦了。我看到他的时候裹在一个被子里，天生残疾。我想他父母遗弃他，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。何老师，何老师。啊，没事，张奶奶，我就是问问。分手吧，只要你提出分手，你提出的各项条件我全部满足。你的孩子死了，死了。睁不睁眼睛？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！我们进行下一段的朗读。奶奶笑着说：“傻孩子，又在数星星了。”那么多的星星，一闪一闪的乱动，眼睛都看花了，你能数得清吗？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该吃药了，水都凉了。陈妈，你给明威打电话，让他快点过来。好。何老师，何老师。何老师，你没事吧？妈挺好的，妈现在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，就是8年前被我送走的那个孩子。您别说了，我要弥补我的孙子。你和小周赶快进山里，一定要说服老太太把我的孙子要回来。他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我只是想在临走前见见我的孙子。
妈，我现在就去。快去。您好，我叫王明卫。你好，奶奶还认识我吗？哦，你就是上次来那个。对对对对，那天和我一起来的阿姨是她的妈妈。哦，嗯，那你这次找我有事吗？是这样，张奶奶。小船儿脱尾开波浪浪，迎面飘起让绿丝和白。知道我日日思念孩子，天天与张强相处，竟然不知道他是我的亲生骨肉，这有多残忍吗？我有找过你，我一直在找，也找过孩子，可是我一点消息也没有。况且那天在医院，孩子生下来他就是……是残疾，你们就丢弃吗？你让你妈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永远都不会让小强知道。何老师，何老师，走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你们走啊，走，快走啊！奶奶，我不是这意思。奶奶，你误解我。王明卫，你也太无耻了！他毕竟想要的时候就丢，想要了又回来拿。张强，他真的是你的爸爸，你不想和他说说话吗？你别吓着孩子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你们走。何姐，都是我不对，可是我妈妈时间不多了，她只是想在最后的日子里看一眼孩子，我不想她着这个遗憾离开，我求你了，让我把孩子带回去吧，让他看一眼。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王明卫的错。可我妈她毕竟是孩子的亲生奶奶呀。在这个世上，没有这么好心的奶奶。奶奶。只有你才是我的亲奶奶。何老师怎么可能有张强的妈妈？张强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这是我新买的游戏机，给你玩吧。按这个键。玩吧。听说何老师是你的亲生妈妈，是吗？真的？你能不能告诉你妈妈一声，别老让我叫家长了？你玩吧。那我回班上课去了。丢。
还在想呢。这事儿是太突然了。小强是我一手拉扯大的，他是个苦命的孩子。这些全都怪我。你是个好老师，我相信你同样也会成为一个好母亲的。有些事是命中注定，我时常在想，要是他的家人来找，但是我没想到他的亲生母亲就是你。也好，这样小强终于找到他的亲生母亲了。我不配做一个孩子的母亲。他吃了不少的苦，应该有个幸福的家了。他奶奶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你就带他去吧。我去吧，带他去吧。谁给你带过来了？小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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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。分开这么多年，这是我的遗嘱，我的财产一部分给小强。明伟，告诉小强要好好读书。小强，妈，李小强，妈，我孙医生，医生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妈，董事长，医生，董事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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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，董事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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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张强，
师，你会永远陪伴着我吗？当然了。只是想让孩子和你到大城市里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将来让他做个有知识的人。我明白我怎么做你也不可能原谅我，但是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已经欠他够多了，就让我做些补偿吧。再说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也是我妈妈的意愿。怎么样？你们母子也相认了，我们就要分别了。你就像我的闺女，我的亲闺女在十年前地震中去世了，好在政府给了我这间屋子让我住下。老天真是有眼，给了我小强来陪伴我。何老师，你就做我的闺女好吗？妈，我有了牵挂，我会常来看你们的。妈，小强吃饭了。哎，何洁啊。哎，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，待会儿吃完饭试试吧。嗯，谢谢妈。嗯，小强快点吃饭了。妈，我做完作业就来。这孩子真认真。嗯，妈，小强的学习成绩现在越来越好了，在学校可是名列前茅了。小强是个读书的料，以后到了城里一定要刻苦读书，将来成为一个大学生。妈，奶奶，我做完作业了。嗯，来来吃饭吧。哎，您吃吗？哎，